新加入中英劇團的阿雪。我讀大學的時候，有個同學跟我講了一件事，一件真人真事的事。話說有一天，有個師兄，他要車個師妹回家，而這個師妹是有陰陽眼的。我師兄警告他，嗱，一陣間我哋會經過墳場，你經過墳場嗰時見到啲乜嘢都唔好話我知。於是者，佢哋真係經過墳場，個師兄覺得好寒，有啲雨，再啲風聲，佢已經好驚。突然間師妹，跟住佢捉住師兄件衫，師兄。師兄即刻話：你唔好同我講，你見到啲乜嘢都唔好同我講。但係師兄啊，唔好講啊，你收聲啊。於是者，佢哋頭搖右尾擺漂移境界，筆想放大，紙想放大，比放大，咁樣到咗目的地。師兄問師妹：頭先你係咪有啲嘢想同我講啊？師妹答。是啊，剛才我經過墳場的時候，我見到師兄，你跌了個銀幣。